闪现推太要命了！哇 ，Faker 的这波闪现推太要命了！哇！ 这太厉害了！这波希望这个塔下的反开太好了呀！预判到了Ruler的闪现，Faker 要尝试正面一波了。Faker 还是出手了呀，在这一波。是的，太狠了！主要Ruler这边也闪了出来，但是还是被反推了回去。就是被猜到了。嗯，这样时间够不够一波？应该是够了，10多秒，只要5个人都在。 确实，风龙魂只要打起来，只要开到了，就很好赢了。这样，在 Faker 的极限回推的情况下 ，T1 有机会终结掉这局游戏，应该是一波了，拖不住了，主要没伤害。哇，有伤害没 Faker 太厉害了这一波！正所谓 Faker 无需向众神祈祷，因为众神传送的都是他的名号。再一次在关键时刻出手挽救了 T1。Oner 在这里，哎，这大炮车打你也会痛的呀。 他是不想让兵线进来，就是没想到鳄鱼踢过来，哇！欧尼怎么又开到两个？左手左手感要命，切完了，看猴子能打了，不过完了，又被T1打一波大爆炸，不是这波应该是 Faker 怎么在那个位置啊？他从哪里踢下来的？不是 Faker 是在正面，然后把Ruler预判了，他预判了Ruler预判，这一波如果 Faker 推空了，京东机可能反打了，反应多了。 没办法，这个时候阵容确实是劣势，这是最有机会的一波了。京东打团T1打，而且我们的视野做了很多，T1打了就正面推的。你看这一波Faker推的太帅了，他就预判。而且我看都有闪对吧？就是那种闪被预判了是吧？我看一下，我就沙皇是推到脸上以后，他直接往后闪一个大招，然后Ruler闪现撞上去了。好像门牙守不住，5秒没人拖了，主要还能冲。蓝色方的100%还在进行。 哇，这个突然死亡，突然死亡！他左边的这个小绕后就是，哎，小绕后，哎，我靠，岩雀被残完了，岩雀跑不掉好像，完了，岩雀，哎，但是塔丽莎，塔丽莎，哎，这秒秒过去，塔丽莎的秒秒，能给他复活吗？啊，复活了，我操，一波了吗？快了呀，0.5，一波好像，一波50秒，我操，啊，到底是 Faker 在往沙皇还是沙皇在往Faker？ 他前面不是这样子的呀，他这加上60分钟，他就这一把，就这一波。对，就这一波，但是这一波游戏结束了呀，对吧？就这一波，他加起来260分钟，一个小时，他只有这一波有用，但是这一波把游戏结束了，一波了，关键团。而且最变态的是，刚那个应该是预判Ruler的闪现推的，对吧？对，应该是预判闪现的，他那个位置闪到后面，其实肯定是预判Ruler的闪。 Ruler如果不是高手的话，不会被推。Ruler如果是高手，换个灵尾闪应该不会被推。可能换个灵尾闪，可能觉得哎，这个怎么有个傻子啊？我都没招闪，为什么他闪现推我？我人在这里，但是Ruler是高手。远古龙团，哎，踢中路Faker，哎呦，神定了！坏，奈特也在被切。 要被 W 拿二塔推完去推上二去推下二啊，在这晃什么？到底想逼高地吗？他们这能输啊？京东机要干嘛呀？二塔推完晃什么呢？在那里轻一点。我操，被推坏了，完了，闪现没走掉。 这就是沙皇啊！操，这波被操作了，真的，全队死，0.5，一波了好像。我操，不会吧？选的这阵容真的不行。